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愿主的恩惠和平安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今天在主所定的圣日赐福的日子，我们不论是在实体的聚会，或在网上，甚至在户外，或者在医院，都可以敬拜他，都可以歌诗颂扬他，也可以借着他的话语，能够亲近他，领受他的教导。我这阶段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都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主耶稣基督。今天我想跟大家看一看主耶稣基督受审判。在这之前，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当我们读到你给我们的圣经，尤其是福音，看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最后一周的生活，触动了我们的心。我们本来都是亏负你、得罪你的，要受审判的。但耶稣基督居然为我们的缘故，担当我们罪的缘故，受审判、受侮辱。主啊，求你能够光照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赞美你、称颂你，也在你面前有更多的省察。求主怜悯这个世界，让他们看到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在白色的大宝座前受审判。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是成人的罪人。谢谢你答应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也帮助那些身心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和以及其他有需要的人，我们短短的感恩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这个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耶稣受审。我们先看一节圣经，以赛亚书旧约53章第8节，这是预言，怎么样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以赛亚书53章第8节，因他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说，审判跟这个公正公义的观念呢，应当是连在一起。司法机关的人往往现在经过调查啊，这个审查询问，再在这个基础上啊，按照案情以及法律做出正确的判决和处理。但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有许多的冤假错案。说到判决吧，除了有定罪重判、重罪轻判、无罪也判的势力，更加有犯罪者逍遥法外，啊，而无辜者呢，却是冤屈而死的个案。至于说到审问呢，那既有什么夜审、疲劳审问、刑讯逼供、秘密审判等等见不得人的各种的方式。我们本来说耶稣说
生活的一个时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法呢，虽然是自古啊撑住的，甚至被人推崇的，但在耶稣受审的事上，却给他留下了难以洗除的一个污点。今天我们要从圣经当中看一看，耶稣受审的时候，罪恶的联盟怎么样卑劣的表现？耶稣本人又是怎么样的经受他人生最后阶段的这个磨难？我也会联想到将来啊，上帝大日公义的审判。耶稣怎么受审呢？首先，怎么样？是虚假的控告和秘密的逮捕。耶稣的群众影响，以及他圣洁的为人和率直纯真的教训，都刺痛了当时犹太社会上层以及宗教的权威人士。这帮人出于嫉妒、仇恨和对基督的不满，用金钱收买了耶稣12个使徒当中的一个犹大。犹大正是怎么样？由于耶稣不能够满足他世俗的一个欲望和心意，更应当说，不肯让基督光照他心灵当中黑暗的一角。相反，贪婪的恶习已深，他决定玩弄自己的聪明诡计，妄图以其相法逼耶稣宣布自己做王的天下。谁知道犹大自己中了撒旦的圈套，里应外合出卖了耶稣。以福音书的记载，捉拿耶稣的时间是在深夜，场合呢是犹大很熟悉的，耶稣和他门徒常常去灵修的地方，就客西马尼。犹大以亲嘴的暗号暗示罗马兵丁，谁是要下手抓捕的人。再从耶稣对这帮人所说的话，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圣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这也显明这是一个秘密的逮捕。这些犹太领袖怕当众捉拿耶稣呢，民间会生乱，尤其那个时候是过节的时候，那么五旬节、除教节、摇滚节，他们就在夜幕下进行着这个黑暗的勾当。约翰那一晚是一个目击者，是一个见证人。他说，耶稣被捕之夜，非但有叛徒犹大，即犹太的大祭司长老和他们的差役，还有一队罗马武装的兵丁，更加出动了千夫长。这表示罗马当局如临大敌，很明显的是根据虚假的控告。耶稣要在节日期间会要聚众反叛罗马，所以必须要派要员、千夫长和重兵，及时的加以镇压和果断的处理。但在客西马尼园，他们所面对的竟然是一个手无寸铁、温柔慈祥的人。他的手曾经扶持多少跌倒的人，医治多少患有各种疾病的人，甚至被彼得失去耳朵的仆人马勒古，也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耶稣的医治。今天，
他伸出他双手救国，不是不法的人被惩治于法，而是律法的颁布者，人类的创造主受迫于无法之人的手下。天哪，惊讶吧！地呀，诧异吧！虚假的控告和秘密的逮捕必定会使出下一步，就是马不停蹄的夜审、疲劳轰炸和收买假见证、诬告无辜的受害者。在一个晚上，耶稣通宵受到6次审问，3次在本国犹太的官长以及大祭司面前。首先是在这个卸任，但还是大权在握的亚拿，也就是现任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之前受审，这都有圣经记载，约翰福音18章13节、14章19到20节。第二次呢，是在该亚法现任的大祭司和犹太公会面前受审，马可福音14章53到66节。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呢，是在天亮后的公会面前正式的受审，路加福音22章66到71节。约翰着重是讲第一次的审问，而马太、马可着重在第二次夜审，但是是非正式的审问，而路加呢，着重在早晨犹太公会的正式的审问。至于在罗马及地方官面前，耶稣也受了3次的审问，先是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约翰福音18章18到28节，以后呢，是在加利利的分封王，也就是杀害施洗约翰的希律面前受审，路加福音23章4到12节，最后呢，又回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并且被定死罪。路加福音23章、马太27章、约翰福音19章都提到，但耶稣虽然怎么样，仍然是作为犯人，虽然还没有定罪，但还是为犯人那样绑着解到东家到西，对待人类的创造主、救赎主，竟然比牲畜还不如。他之所以要结束不停的夜审，因为怕白天引起群众的喧哗和声乱，而且呢，第二天是安息日，又是除教节，所以在大日，这些伪善又阴险的恶毒的大祭司长啊，犹太领袖在捉拿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处死耶稣，只是自己没有这个生杀的权柄，他们已经想好了要借着节日当中，尸首不能悬挂示众，想要催逼罗马的巡抚怎么样速斩速决。这群没有灵性的叛逆上帝的人是多么的心狠手辣，他们玩弄阴谋诡计，要达到杀害耶稣的目的，根本不顾一切法律的程序、人道的待遇以及司法的公正。耶稣第一次受审，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后训来盘问他，这可以说是预审，并想找把柄以及套口供，未定罪就抓人，抓了人再来找罪证，这都是不合法的。但掌权者往往以权代法，并以自己的
政治利益为压倒一切的前提，就耶稣的门徒盘问耶稣，无非是想控告耶稣聚众反叛，就是以有组织、有训练的犯上作乱的为名，按照耶稣的教训来盘问他，无非是想用有纲领的进行反叛，并将传讲异端等罪名强加在耶稣的身上。但耶稣理直气壮的、光明正大的教训，辩护说：“我从来是明明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里面或者在殿里面，就在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听见我的人呢？我对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当时不要说耶稣没有所谓律师的相帮和辩护，就连旁听者和他的证人都没有。但事实胜于雄辩，耶稣的敌人用的是暧昧的手段，但耶稣是光明之子。耶稣如果真的要进行什么秘密的事情，他必定行在暗中，但他从来是光明磊落。谁知耶稣的反问呢，反而引起了大祭司仆人的怒火中烧，也可能出于讨好主人。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耶稣，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当大祭司怎么样？虽然眼见他的璞玉非法行事，也睁一个眼闭一个眼。耶稣虽然没有被激怒生气，但再次义正辞严的反问：“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个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这是无家可进的一个立场和真理，亚拿就把耶稣解押到现任的大祭司盖亚法那里，还是绑着简讯的，而且主耶稣已经先被无理的挨打了。好了，第二，在犹太公会和该亚法面前受审，马可记载了这次夜审。捉拿耶稣的人，圣经讲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没有罪证就抓人，抓了人再来找罪证，没有罪证，只想怎么样要处死人，一连串违法的事情，找不到见证，就依靠假见证，但假的总归是有漏洞的。马可说，因为有好些人做见证诬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个人手所造的殿，3日之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的做见证，也是名不相合。马可福音讲，捏造、编造的东西难免会自相矛盾。当日，耶稣在接近圣殿的时候，只说他自己
身体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就要建立起来。”是说犹太人要处死他，但耶稣三天以后要复活。在这里，这帮人既不信，也不明白这真理，他们就随心所欲，移花接木，鬼称耶稣是造谣惑众、鼓动生乱的肇事者。大祭司除了要在政治、社会领域当中诬陷耶稣，因为这对罗马是最敏感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犹太民族毕竟是一个受过宗教熏陶的民族，他们几乎不真诚对待自己的信仰，但另外一方面又是很想表明自己是一个热心于他们祖宗的信仰和遗传的民族，这对大祭司很有用，他就想在这里煽动宗教的狂热，并置耶稣于两难之间。圣经讲，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当众的问耶稣：“你为什么怎么样都不回答？啊，为什么都不回答？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这马可福音14章60节，奇怪的问题，无非想对耶稣怎么样，引耶稣入圈套，自定其罪。辩护在当时是无效的，因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不论怎么样都要处死耶稣，而且越快越好。而回答他们只是愚蠢。所以圣经讲，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这时大祭司就话锋一转，使出了另一个逼得耶稣不能再保持静默，甚至知道耶稣必定要回答的问题。该亚法这个大祭就问道：“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怎么能不回答呢？耶稣只回答两个字：“我是。”但耶稣紧接着就宣告：“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今天受审的人子，有一天要成为审判世界的主。”大祭司就怒愤交加。啊，故作姿态，撕裂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好一个司法官，没有见证人就卖出假见证，假见证站不住脚，就索性说根本无需要见证人。”顺子就做出结论说：“你们已经听见他这个见谎的话了。”我们知道，在犹太的宗教当中，妄称自己是上帝是大罪，是死罪。大祭司呢，又假借名义，啊，强奸真正的名义，又披上名义的外衣，说：“你们意见如何啊？”这无非是先前定了调，再领大家随着他的暗示和指挥来唱罢了。圣经讲，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马可福音14章，随即呢就发泄他们对一个所谓死囚的折磨了。他们眼如果能够睁开，他们将会惊恐万状，因为他们非但折磨一位为他们带来最后拯救而令他们免遭厄运的主。并且，正是他们一直所仰望的弥赛亚和神圣的创造主啊！但可悲的，当时有人就吐唾沫在耶稣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路加福音22章，
六十五节，我们温柔的主，在这夜神当中饱受侮辱和皮肉之苦，更加应验了以赛亚五十三章受苦的弥赛亚的预言。好，第三，耶稣第三次正式受审，以及被公会定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马太二十七章、马可十五章都有。在参与洗礼督打耶稣的时候，这些犹太领袖也正在摩拳擦掌，切切合宜如何正式的为耶稣施立致死的罪名。同时呢，通知还在睡梦当中的公会其他的成员都来。那天一亮，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概天亮是四点多钟，他们就召集了正式的公会全体会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马可福音十五章、马太二十七章，按理在前两次夜审当中，怎么讲？就是连告耶稣的假见证都不相合，啊，原来应当就怎么样释放耶稣，但天快亮，他们的心就更加恐慌，更加阴沉。他们一面要全公会啊追认他们所裁定的耶稣该死的、所见枉化的罪和惑众生乱的反叛的罪，同时呢，要商议如何使罗马的巡抚啊比拉多也接受他们的控告，以完成正式的所谓的司法的手续。因为结果公会定耶稣死罪，因为犹太国这时候已经是亡国，对不对？他们不敢私下处决他。自从罗马皇帝把亚基老冲军将犹大帝编为罗马皇帝之下的一个御审，犹太人已经失去了杀人的司法权。如果要这样行，必须先要得到罗马巡抚的批准。他们一夜疲劳审问耶稣，好不容易到天亮，一方面闻过是非的事情啊，已经发生在子夜啊，按理那应当在日光之下行审判。另外一方面，他们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必须再要唱过罗马这一关，以致能够出击的在今日之前处死耶稣，也不容他的尸体在当时暴露在众人面前，何况不知道到底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现在是日出，他们决定在日落前就办完一切的事情，真是越杀耶稣而后快，撒旦快到撤播上阵的时候了。于是他们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这是在圣殿院子里东南角落的那里，有公会的会所。按照律法，犹太公会只能在那个宣告死罪的档案，他们既无罪证就抓人，抓了人再找不到真实的见证去定罪，没有定罪就施以肉刑，定了罪就更加的多的肉体精神的折磨。现今这无非说官样的文章，掩饰他们违法之举而已。可叹无罪的被视为违法，而违法的人定在司法和执法。他们认为耶稣自认是基督，又足以使他们能够告他。在罗马政权下说，耶稣自封为受膏的王，即告他想要在该撒之外
另立自己为王，聚众谋反，而同时在正礼部的犹太人面前宣称耶稣自诩为弥赛亚，又不拯救以色列使他复国，就是定他为假基督。前往的称自己为上帝，而与上帝平等的死罪，所以他们说：“你若是基督，哼，跟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如出一辙。”他们就接着讲，就告诉我们，他们无非怎么样，是这样讲，他们并非真正的无知，乃是见大良知。他们并非怎么样？并非是求真理，乃是要亵渎真理，亵渎真理。所以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不信的恶人的根本。”为什么不信？是因为耶稣不符合他们世俗的向往和要求。遗憾，今天许多人也还是重蹈覆辙，而拒绝相信耶稣。耶稣进一步说：“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这在路加福音22章67、68节。因为耶稣有一次曾经问他们：“既然弥赛亚是大卫的一个后裔。”为什么大卫王还称弥赛亚为我主呢？他们当时既不明白，就是明白了也不敢回答，所以就默默回避了。耶稣以真理为武器，啊，如入无人之境。他又再次重生，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上帝全能者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耶稣当然不能否认，甚至也不能在这样的问题和这般人面前保持沉默。这样，他们以为得逞了，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按照摩西的律法，定罪必须要凭两三个人的见证，而借着被囚之人的话，再来定他的罪呢？其实都是非法的，要狠心杀人呢，哪里还有什么法律？必定会草草的过场，结案，定耶稣死罪。好，第四次，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这个在四个福音都有，约翰福音18章，马太27章，马可15章，路加23章，四个福音都记载了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情形。公会的众人把耶稣捆绑了，全体一起涌到比拉多的衙门。那时候天还早，更不是巡抚习惯的坐堂的。上午9点钟，犹太人按照他们的习俗和律法，不愿意进官府衙门，恐怕沾染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其实呢，却硬性的让逾越节的羔羊所预表的一位去死在他们的手下。形式和教条主的信仰，多么可悲啊！于是比拉多巡抚就出来，想必从昨晚派出千夫长率兵去捉拿，宣称是一个叛党的领袖，他一直守候着，带回来消息，人声鼎沸，划破了宁静的清晨和豪华的大院的气氛。使得比拉多直觉地知道一定有人来了，但一眼瞥见，在他面前救搏的，既不是凶神恶煞，或者什么一个繁文
那一个大汉子，也不是个满面阴险、刁钻、奸猾之徒，而是慈祥、温柔又正气盎然的盛传着的耶稣。比拉多甚至于费解，为什么要派重兵及要员去逮捕一个看似绝无反抗意识的人呢？他就不禁开口问：“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根本不能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就说：“这个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他不满于比拉多这样的一个发问，而比拉多也不满他们的回答，在作恶的帽子下，并没有实质性的罪状，所以罗马巡抚就出现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他可能不知道，他们已经接二连三的夜审了耶稣，就是按照犹太律法，也找不到置耶稣于死地的证据，除了捏造就是歪曲。他们一听比拉多这样说，又气又恼，表明比拉多不认为耶稣有什么违反罗马国法的事情，也暗示比拉多不愿意被他们利用。经比拉多这样一说，他们就露出他们要想杀人的凶险了。他们就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既是无可奈何的事实，又是强烈的表示，他们必定要借助罗马人的法律杀害耶稣。约翰讲，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么样死的话了，就是耶稣必被交给外邦人，并且要被钉十字架。按照罗马的惯例，本国的死囚是要被斩首的、杀头的，但一切没有罗马国籍的人，比如说奴隶啦。外族人呢，犯了叛逆、抢劫或者抢船行刺的罪，都要被钉十字架。但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死刑是必须用石头来打死的。为了表示被杀的人是可咒诅的，就是死后还要把他的尸体挂在木头上。耶稣将要作为罪大恶极者，死在罗马的法律下，被钉十字架。犹太领袖看到比拉多不愿意顺着他们的意愿，来受牵制，并把自己已经商议好的来诬告耶稣。我们见这个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该杀，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这是政治的控告，《路加福音》23章第二节，除了歪曲事实，他们故意在这里将耶稣解释为王，暗示耶稣想谋反。其实，正是耶稣不愿意接受犹太人要他做王，并表示他的国不是在世界上，而遭到他们出卖。比拉多倒想知道，在他面前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来看自己以及宣称自己，于是就再次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强调了你是，对不对？比拉多知道怎么样？比拉多知道该怎么样？该杀提比留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他必须就犹太人所告的这一点加以澄清和审问，以免有后患和被牵连。何况呢，按照罗马历史家说，当时呢正好是盛传有一个管辖世界的大君王要从犹太人当出来，而耶稣也知道这问题，在一个代表罗马统治者的巡抚面前是易遭误会，以及会留有把柄的，所以就巧妙地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认我
对你说的呢？比拉多一听这个既贫穷啊，谦柔又没有世俗君王权威的人说话，又是跟阶下囚完全不同的那位所反问的话，就傲慢地说：“我岂是犹太人呢？我是堂堂的，等于罗马的巡抚，不是王国的犹太人。我可不懂，也不理你们的犹太教、犹太律法。但你们本国的人，犹太人，为什么偏要处死你呢？”下面他讲：“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罗马君皇，所有的臣仆大可免生嫌疑。主又说：“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不求天父派天使来救他，也吩咐彼得收刀入鞘。自己甘愿被驳，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这样解释，除了揭穿犹太领袖的歪曲诬告，也让比拉多一个掌权人知道，除了世上的国，甚至耶稣所不向往、不怜慕的另外有个属天的国度，这才是他所领导、投身以至于献身的事业。比拉多就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就是你以自己为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主耶稣在大祭司公会的盘里当中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啊？怎么样？在世俗掌权者审问他，承认自己是王。早年拿单也称耶稣为王，主在这个比喻当中也暗示自己是王。马太20章、22章、25章都，尤其在这末一次的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都欢呼他为王，他也以王的方式融进圣城。但他现在并非要做世界的王，而是要在信的人的心中，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耶稣来，他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人，就听我的话。耶稣说，世俗的君王往往以武力、权力来统治人，但耶稣是以见证真理为天国及天国的子民来做表征，撒旦以及他的属下以虚假的见证残害耶稣和他的子民，但耶稣和他的百姓宁肯牺牲自己以维护真理。比拉多一听"真理"两个字，就说："真理是什么呢？"在一个虚假充斥的时代，这既成为诚心追求真理人想要问的问题，也是一般玩世不恭的人的讽刺的话。真理是什么？真理有什么意思啊？哪里有什么真理啊？真理值几个钱呢？在真真假假、假戏真做、真戏假做的日子，什么是真理？也成为常人所困惑的一个问题，但不论就哪一方面的含义讲，作为一个执法以及司法的人，如果对真理还不知所云，对真理加以藐视也好，或者根本没有真理也好，像是多么的可怕和可悲啊！历代许多人都不相信有客观的、
绝对的真理和是非，以为一切都是捕风捉影，只有彼此肩底下的利益及抓到手的才是真实的。所以道德、良心、正义、将来审判和永生都是虚无的。后现代主义时期更加这样。2000年多前，罗马时代著名的作家啊，普林尼就像今天的虚无主义者一样说：“人是确知，没有什么是可确知的。人是确知，没有什么是可确知的。”哎，比拉多虽然有千载难逢的良机，当真理的化身耶稣基督在他眼前开导、启发、教育他，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权力以及偏见，怎么样？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先后几次这样的宣称，约翰福音18章、19章都讲，但始终没有能够果断的行事，反而因为态度暧昧、玩弄权术而被作恶的犹太领袖所左右，始终没有能够果断的行事，反而怎么样呢？要下并令耶稣死在他的手下，成为千古罪人之一。比拉多为了讨好，至少不得罪犹太的权贵，以免他们上告罗马皇帝，以致对自己不利。我们说，在所罗门王宝座的扶手上有两个狮子站立，象征着什么呢？王的权威，更加是表示掌权者应该是为真理、正义而站立及征战的，有勇气、有胆识的人。但比拉多呢，却是一个弱者。一切有私定的人，都会在关键的时刻变为懦夫。不论在他是否手上有大权在握，尤其当时这群盲目又死心塌地的犹太领袖以及他的党羽面前，一听比拉多的宣告，就越发的极力说他闪获百姓，马可福音15章第3节，说他们还告他许多事情。其实这正是犹太权贵自己的写照，自己的写照，对不对？那么比拉多怎么样？比拉多差不多也有罪，那么无罪释放了，这是最少的呢。他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得犹太权贵得寸进尺，怎么都不回答了，对良心死灭、对真理事实啊耳濡目染的人多说，只是愚笨。在这里用得上耶稣所讲的，不要把圣母丢给狗，不要把珍珠放在猪前，免得他践踏了反过来咬你。比拉多就对耶稣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没有听见吗？”这时耶稣仍然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可能对亵渎真理的人，没有比沉默更强烈的谴责和藐视。后来在犹太人的告状当中提到耶稣也在加利利惑众生事，米拉多一听就想金蝉吐壳，推卸责任，又借此呢与希律重归和好，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于希律所管的一个地区，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好了，第五次受审，在希律面前受审。那时希律安提帕就杀了耶稣先锋司提约翰那个狐狸，也正在耶路撒冷，他正好在耶路撒冷。
因为他父亲加入了犹太籍，他就前去守逾越节。他的宫殿曾经是马可比人所建造的，在什么呢？在圣殿跟比拉多的衙门中间。圣经讲，西律看见耶稣就欢喜欢喜什么？因为听见过他的事情，《路加福音》23章。他当初听耶稣的时候，一度心灵似乎有所触动，像昔日扫罗王那样啊！而且西律的家宰、苦沙的妻子也是主日新的门徒，可能从他知道的多一些有关耶稣的事情啊，有意向见耶稣。为什么呢？不是像税吏撒该那样。希律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希律满以为耶稣为了求自己的释放，一定会遵他而行，但他却没有想到，耶稣虽然为别人行过很多很多的神迹，却从来不为自己行一件神迹，包括以前在旷野，今天在这位要下他，就是许诺释放他的，如果行的神迹，在希律面前，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当犹大带着一帮人来的时候，他清楚的知道，他喝这苦杯是上帝的旨意，啊，他绝不借此回避十字架的道路，虽然希律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在大祭司公会面前回答了一些必定要表明的立场，在罗马人比拉多面前开始对他讲了一些真理，唯独对这个凶残、无道、荒淫、乱伦，以耶稣取乐或满足他好奇心的希律，却一直保持缄默。形成对比的是，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希律和他的兵士就藐视耶稣，戏弄他，怀疑耶稣过去所行的神迹。是不是今天都不行神迹呢？哎，圣经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从前希律、比拉多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希律非但是喜怒无常、反怒无常、滥施淫威的人，而且竟想以耶稣作为他肮脏的政治游戏的筹码。许多人为了反对耶稣的真理，可以结成同盟。我重复一下，许多人为了反对耶稣和真理，可以结成同盟。好了，第六次在比拉多手下再次受审。这次比拉多，圣经讲，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因为当街的时候，许多人来到京城，罗马巡抚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个人到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呐、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情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罪。说到这里，好像貌似公正哦，但下面又紧接着说，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这是很矛盾的，没有罪，但要受责打。但从一个没有道德脊梁的比拉多来说，是自以为得计，以及很识时务者，对不对？他或者想以苦肉计把耶稣鞭打的，
啊，鲜血淋漓，以博取犹太暴徒的恻隐之心。岂知道他们的心更加刚硬，变本加厉。一听到耶稣的释放，耶稣就更加凶相毕露，并且暗示要在罗马皇帝该撒面前告他，告比拉多。一计不成，比拉多又生一计。就在当时有个规矩，当街的时候，巡抚会释放一个犯人。比拉多说：“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岂知心灵刚铁诚信的犹太领袖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喊着说：“不要这个人，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巴拉巴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强盗，并且曾经因为作乱杀人而下监的。路加23章，犹太人不要耶稣，宁要撒旦；不要救主，反要暴徒。他不置耶稣于死地，就不罢休。巡抚原知道，他们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他一再的想放耶稣，怎么样？但是，一再是一个软弱的屈从者。尽管在他坐堂断案的时候，他的夫人呐、啊。差人送信来对他说：“这个异人的事情，你一点都不要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马太福音27章19节，但这也无济于事。比拉多还是在正义和私利当中在摇摆。比拉多的心灵是在征战，外面的声浪一阵一阵的，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大声的催逼比拉多。圣经讲一句话，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路加福音23章，比拉多心中也很冒火，就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了，又进了衙门。耶稣是王，已经使他困惑不已。如今又听说他自称上帝的儿子，于是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比拉多已经知道他从加利利来，于是他想试探耶稣的根源。这次耶稣却不回答，因为。那投射在比拉多面前的光，他已经一再的拒绝。比拉多就耍出他官腔，就威胁了。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啊，你岂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并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不得不清醒比拉多一下。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大祭司犹大的罪当然是重的，但比拉多也难逃罪责。圣经说，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那个人，就不是该撒，就是罗马皇帝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这个重量级的拳头更打中了比拉多的要害。比拉多听见这话，这圣经讲，就带耶稣出来，到一个地方名叫普华士处，就在那里坐堂。那一天。已经是中午，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呐、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多么懦弱的巡抚、司法官，
祭司长说，除了该杀我们灭亡一帮奴性十足的，也是伪善到顶、凶残至极的群众。比拉多见说也无事，反而生乱，就在最后决定之前，再想为自己开脱一番，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以表明无辜。他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无私才能无畏。”患得患失的比拉多成了亵虫和帮凶，成了暴民的尾巴。而这时，这般忘乎所以的人，竟不意识到他们已经注定了自己以及民族悲惨的将来。他们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最后，比拉多把巴拉巴这个强盗放了，给了犹太人所要的，社会上增加了一个凶手，却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今世世界上少了一个唯一真正的人，最完美的人，而且在处决之前还对耶稣横加侮辱。圣经讲，巡护的士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约6000个士兵都聚集在那里。他们脱了耶稣的衣服，给他穿上一件细装，红色的、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拿一个位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跪在他面前喜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拿位子打他的头。喜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撒旦在笑，天使在哭，天父的心如刀割，而耶稣，人类的救主，为人担罪，忍受苦难，他的门徒在哪里呢？我想小姐姐，今天从圣经记载看到，在短短的一个晚上，怎么样？一个白天，耶稣就在祭司长、罗马巡抚希律之前受到6次的审问。耶稣的光明正大、正气凛然，表明了各等人，尤其是那般犹太领袖的和所谓司法执法之人的凶残、伪善、懦弱的嘴脸，也暴露无遗。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到，这位弥赛亚，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耶稣所受一切非法的审判，使我们兴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上帝啊，求你兴起，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信实来判断万民。阿们。感谢上帝，这位在世界上受到这种不公正审判的主耶稣，将要按照信实和公义来审判全地，并洗血人间一切的尘冤。这是福音，也是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感谢主。我想圣经的记载这么正确，耶稣的人性以及他对我们的爱表露无遗，以及世界一切的强权、诡诈、虚伪、懦弱，和在犹太祭司长、官长所表露的一切凶残上，
就看见撒旦的嘴脸。贵朋友、贵弟兄姐妹，你我选择什么呢？要耶稣，还是要巴拉巴所代表的撒旦强盗呢？让耶稣释放在我们心里，还是释放了撒旦的财运呢？那危害世界，危害我们的，求主光照。好的，我想我们下次再继续的看到耶稣基督最后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一切。阿门。